娱乐圈经纪人对明星的作用可谓是至关重要。比如这位香港的金牌经纪人陈淑芬，曾经作为张国荣的经纪人，在张国荣离世后还给他办了一场完美的葬礼。张国荣曾说，我的背后有一个对我事业有很大帮助的女人，这个女人就是陈淑芬。在张国荣刚出道时，陈淑芬感觉他很有潜力，就签下了他。陈淑芬出生于1955年，在娱乐圈中大家都叫他陈太。1979年主管香港的华星娱乐有限公司，先后做过张国荣、张学友、梅艳芳、沈殿霞等的经纪人，在香港娱乐圈可谓是元老级人物，见证了香港娱乐业的兴衰。陈太还捧红了梅艳芳。在1981年，年仅18岁的梅艳芳在一次歌唱比赛中被陈太看中，并签下了她。之后，梅艳芳的选歌造型都是陈太选定的。陈太与张学友的合作可谓是一段传奇经历。张学友的第五张专辑仅售出几万张，十分沮丧的张学友经过朋友的介绍，请陈太做自己的经纪人。在陈太的帮助下，1993年吻别全球销量达到400万张，这也奠定了张学友四大天王的地位。